你是混血吗？对啊，对啊，难怪这么漂亮。从小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看着我说：“你是不是混血儿啊？”就算我是混血儿，但就是我爸爸妈妈都长得很好看，然后把不好的部分都给我了。他并没有因为他混血日本，日文就特别好啊。因为是传统姓名，就会问说，就是乔生啊，或者是你是哪一组？想知道混血的大学生在想什么吗？11月15日晚上9点，请锁定原视频道。同学，我叫万。